还有叫你在台城国中举办法律达人青少年实赛法律抢答比赛的决赛，今年已经迈入第九届，复赛了后总共有36队参与决赛，由台南市长赖清德甲嘉宾颁奖团体奖杯、奖状甲导师礼券予优胜的队伍。赖市长肯定参赛的同学对法律知识的投入，希望学子会当透过实赛法律应用你的生活，甚至回馈社会，帮助需要帮助的人。经过非常激烈的这个竞争哈，我这个得胜的队伍已经决定。我在这里呢也恭喜大家哈。当然，每一个参赛的队伍其实都是赢家了。那当然最后一定会有一队脱颖而出啊。这个不管是第一名啊，或者是没有得到任何的名次，那我相信经由这个比赛，大家一定都可以得到很多的知识。赖市长感谢司法院、法务部和教育部的协助，让市府筹备比赛顺利圆满，也感谢到七间学校的校长、老师和同学热烈参与，让活动更加有意义。赖市长鼓励同学，不管名次，大家都是赢家，因为经由比赛已经得到很多法律的知识。这个法律认识法律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哈。就像我们打篮球，有篮球的规则，否则十个人去抢那个篮球，那一定会大乱哈，一场大乱。足球也有足球的规则，所以呢，我们在整个社会里面，那一定也要有规则，否则你看台湾2300万人在这边生活。或是台南市有将近200万在这边生活，如果没有规则的话，那也一定会秩序会很乱啊，没有办法生活啊，可能也会互相影响。所以我们参加这个认识法律的第一个就是说，要知道在这个现代的社会里面，你要生活要发展，甚至不要影响别人，这个法律是最基本的。那第二个呢，如果我们认识法律，不仅仅让我们可以很顺利的在这个社会生活以外，如果我们有更进一步的了解的话，也可以帮助其他的人。劳工对雇主有重大侮辱行为者，C， 劳工无正当理由继续旷职3日。D， 雇主歇业。请抢答。嘉礼。朱。朱，确定。确定。恭喜答对。下一题。因为这场比赛真的是非常精彩。我刚刚私下跟罗主任检察官都认为，你们怎么会这么棒？那个题目真的是很不容易答，但是你们都答对了，可见各位平常就一直在做准备，尤其学校在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个扎根哈，应该扎得蛮深的。那台南真的是蛮幸运的，因为这种比赛有时候会被人家认为是蛮严肃的，因为法律的东西。但是我们这几天下来，应该是有连续有3天嘛哈，会感觉说，这样的一个竞赛，我们在竞赛里面去学习，然后会感觉说，好像法律也没有那么严肃。它甚至有生活化、趣味化，好让大家感觉说，法律不是离开我们很远，事实上它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。好，刚刚崇明队上台之前特别有一个要求，因为他们队伍里面有蔡英文同学，所以他们说可不可以跟市长合照？有没有看？市长同意吗？好吧，那就特别。这次的比赛由台南市政府教育局、台湾台南地方法院、台湾台南地方法院检察署、台南市政府税务局总共8个单位共同主办，希望透过举办实赛法律比赛，让青少年实赛生活上的相关法律知识，提升青少年守法的能力，让法治教育向下探根。